那你知道要做什么吗？不知道哎，妈都猜不出来。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啊？是，很特别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嘛？我不要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要告诉妈妈？可能。嗯。妈。你知道这个要做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等一下哦。对。这个要一个，第二个要用掉。哦。妈妈。嗯。这个下面不是椅子，这个上面才椅子。啊，原来下面不是椅子，上面才是椅子吗？照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啊，原来一个长长的椅子就这样子架起来了。嗯，不然没有架怎么做啊？懂了。